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熊哥 ，Eason 的 PCY02 啊 ，Nibo， 哦，它跟这个 CJ8 有点像，放在一起，它中间有中环，然后插脚稍微不一样啊。这个球形正常就要吃完了，这个球可以。目测哦，就是抓底带接近直球，啊，直球点一下应该就是 OK 了啦。然后点一下二分法刚好，注意一下，哇，左边一半颗球啊，目的是要避开架杆的问题。放柔，非常柔，巧克抹一下哈，免得吐槽。今天很潮湿哈，放柔，轻了啊，我这球轻了，延伸出去，不过还好，这个刚好推杆，旋转值拿捏的还不错，顿推。这球下低杆闪过中带也可以，或者是说放柔用球杆力量做塞刚刚好。用球杆力量打球，很多球很好用。OK， 球杆没问题，人也没问题。OK， 保证平安。